草民言火火，拜见公子。你最近的表现很不错，很多人都向我推荐你。多谢公子，草民会更加努力。我这个人不喜欢听什么花言巧语，用你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你的忠心。秦公子放心，我希望到了事业成功的那一天，你会成为我的左膀右臂。多谢公子栽培。我们身边的余孽众多。 马上找到常先生和那份名单，千万不要让他影响到我的事业。明白。 师叔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休息了。<笑>不打扰，你可是稀客。怎么想起来看你师叔来了？的确很久没过来给师叔请安了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俗世缠身也是没有办法。师叔，不要责怪我。俗世缠身？看来你现在很忙啊。乱世之中，大家都很忙。我们年轻人就应该抓住机会，做些大事。 你说对吗？良禽择木而栖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人总得往高处走啊，师叔。人各有志，我不想说你什么。师叔，我想跟你说点家里的事，没必要当着外人讨论。 走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师叔，
你这么做会招来灾祸。严火火，你说什么？师叔，你就不要装糊涂了。家里藏着什么人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你把人交出来，我保你没事。疼疼疼疼疼疼疼啊！都哦，忍着点，别喊。 我说你啊，就是个死脑筋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反正都是输，拼什么命啊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挣钱嘛虽然重要，但我权势的尊严也不能不要啊！我这叫虽败犹荣。荣哥屁，败就是败了。我看你啊，还是不想输。那当然了。不过既然咱说好了，那我肯定守规矩。 再说了，台上那么多有钱人，他们那些钱也都不是什么好来路。你知道就行，咱们呀就靠这点钱活着呢。你少受点伤，我的药酒钱就赏进来。啥？哎，我说老头，我只有生命在打拳，你连点药酒钱你都舍不得，你是不是我亲爹啊？我不是你亲爹，怎么样？你从这份里蹦出来的？你这老头。 连点玩笑都开不起，我跟你说呀，咱们呢就是个拳虫子，在江湖上就是混碗饭吃，别老想着输，混了他拳法，将来就能得大拳师了，是吧？行行行，等我攒够了钱呀，我就再也不当这拳虫子了，我也占山为王，啊不，开山立派，开馆收徒。 到时候名扬四海，威震天下，我就可以立我自己的规矩了。明天去金陵，那边那大伙儿你得好好干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请吧。师叔，我可是一番好心，你可别不识好歹啊！不识好歹，哼！严火火。 没规没矩，你跟长辈就这么说话吗？师叔，我本想帮你化解这场灾难，既然你不领情，告辞。不送。不过师叔，其实您误会我了，我这么做其实是因为。 云峰啊，现在这局势实在让我看不懂啊。上面马上就有大的变动，所以我们要趁机多赚点钱，给自己留条退路。我不知道钱对你来说多少才是个够。多少都不够，谁跟钱有仇啊？啊？<笑>那您应该跟钱过一辈子。 可是，你跟钱我都想要啊。
谢谢窦大局长对我的抬爱，欠你的，我会还的。你跟我这么多年，给我做了不少事，也赚了不少钱，即便就是欠，你也还清了。这次斗拳大赛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 气派呀！白老头，啊，这感觉就是不一样啊。这有什么？鸡笼变鸟笼，反正都是笼子。哎，你就别忘了你是全虫子就完了，好好打拳啊！哎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这大座多好啊！哎，我能去坐坐吗？不，你不用坐，人看见了。啊，这是金子吗？别抠。哎，不是，那边瞧瞧。好。 这精灵城是谁的地方？你应该知道吧？啊，知道知道了。这次斗拳大赛是警察局、斗局长亲自抓的，不要出任何差错，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啊，这个都明白。规矩我们都懂的。打得要精彩，输得要自然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们是专业的，您就放心吧。那你们先找地方住下，明天不要晚了。是是。 哎，我说，这金轮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是。我儿子。哎，老头，那个拳馆老板居然是个女的。嗨，女的怎么了？ 跟你说呀，背后不定谁给他撑腰。斗局大赛，你可没惹他。知道，瞎什么呀？我连饭钱都没了，上次那场假拳把我老婆孩子都搞没了。你说这革命党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哎，甭管他是好人坏人，只要别来金陵就行了。哎，什么是革命党？管他什么党呢？哎，我带你站在金陵城啊，你没来过，好像你来过。 我也没来过，不过这头可美了。大爷，放在心上。哎呀，找他们要啊，他们有钱啊。这都什么事啊？给我点钱吧，求求你了。哎，看啊，洲际茶馆啊。拿钱。哎，你好，小弟弟，给你斗吃啊。斗什么斗？拿钱。快点。哦，好，别着急啊，给你拿钱花啊。这有很多钱的啊，买两件好衣服再去上学啊，千万别乱花。 快跑！哎呀天哪！我说你这老头一点善心都没有。我当然是有善心了，我刚要发善心，后面一大堆人呼啦就上来了，你也不是没看见，咱这点善心够发吗？那有多少发多少呗。是啊，我是怕到时候领不着钱的那些人再把咱俩撕破了。 谁嘛？谁呀？哎，说你呢，说你呢，我。听听，他在东山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！108场保持不败。听我说，108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！我华少。
拿我的人格担保，这场决赛高山才赢定了啊！你们听我的，就压他啊！我保你们都能够挣大钱啊！挣大钱呐啊！皇上，压他就可以赢大钱吗？你怎么连我都不信了呢？啊，老杨头，这可是个机会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！ 你呀，就把你这点棺材本的钱全都给他压上，分他个十倍。你姑娘的病不就有救了吗？啊，这个机会你要是不把握住，哎呀，你姑娘啊，就只有等死这一条道喽。来，皇上，我姑娘的病就包在你手上，好吧？啊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好吧，别看了，走吧，走。 皇上，我可跟你说了，我就这一个闺女，如果她的病治不好，我们全家就没法活了呀！哎呀，放心吧啊，来来来，还有没有压的呀？啊，都压上，来来来啊！哎呀，来来来，走，追，走。 你裁缝不等我，我随后就到，一起走吧，阎婆！走吧！快追！追！ 别跑！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，给我追，别让他跑了。 上也不安全了，你得赶紧连夜离开金陵城。不行，我和金陵的人还没接上头，东西没拿到之前，我不能走。你已经暴露了，不走肯定不行，赶紧走。接头的事你交给我。好，我把接头信物藏在方青云家客厅的花盆里。8月15日午时，金陵听雨轩查牢接头。好，明白。赶紧出城。哎，阎婆，这个阎火火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险，很多人已经死在了他的手上。 方青云同志被他杀害了，务必找个机会除掉他。我明白。追，给我抓住他们！我去引开他们，你赶紧走。阎婆，小心啊！多加小心。 老李总，老李总，哎，等一等，不要压点了。我没钱了，我的钱全压了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辩后悔啊！哎，不后悔，不后悔。再不压就没有机会了。不错呀，挺热闹啊。嗯，今天的盘口怎么样？这次我安排人做了大量的宣传，注下的可不少。嗯，可不能出一丁点错误啊。放心吧。 各位，我宣布五省斗拳大赛现在开始了。第一场，南湖翻江龙。
你那点棺材板的钱全都给压上，翻他个十倍，你姑娘的病不就有救了吗？起来呀！啊，那我可就听你的了啊！我姑娘的病啊，就包在你手上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放心吧啊！我就这一个闺女，如果她的病治不好，我们全家就没法活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放心吧啊！ 太麻烦了，不好好躺着，起来干什么？不麻烦，会很快结束的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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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你听我解释啊，这件事情他们已经答应好了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。窦局长，你谁啊？啊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
我是严火火袁公子的人。什么严火火？哎呦，公子的人呢？你有什么吩咐？我命你封锁全城，协助我抓一个人。抓人？抓谁呀？前辈，你忍着点儿。恩公，谢谢，谢谢啊，真该谢谢你。老伯，您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。恩公，是啊，这位是高天高少爷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女儿的病就毁在我的手上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了给我女儿看病，这场拳赛，我把全部的家当都压在了这位高天少爷的身上。哎，最终，这位高天少爷打赢了这场拳赛，却被他们拳馆的打手追杀。看来他是没听拳馆老板的话，打假拳。这是一个习武者最基本的原则。是，这位前辈说的是，作为一个习武之人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原则和规矩。我不听他们的，就是不希望老百姓的钱都被他们骗去了。恩公，听说这次拳赛是金陵警察局长窦鹏他们搞的，恐怕你遇到大麻烦了。嗨，那能有多大麻烦？再说了，用我这条烂命让他们知道点原则和良心，值了。前辈，好了，谢谢。您不用谢我，要不是您把我推开，现在受伤的就是我，您就好好在这里休息，您的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我就先救我爹去了。你爹？啊，我担心拳馆的人把我爹抓住了。哎，杨老伯，咱金陵有没有土地庙？啊，在村西九华街那儿有。好，多谢。老头，高老头，停！留他一条狗命。我告诉你，你儿子如果明天还不来，后果恐怕会更严重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儿子一定会还你们钱的。这次恐怕还不是还钱的事儿。走。小王八羔子，你平平安安的就行啊。高老头，习武之人不讲义气。谁不讲义气？嗯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个老头都看不住啊！
局长，不是兄弟们无能，实在是来者的功夫太高了。搜遍全城，挖地三尺要给我找出来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是。哎呀，坐好，忍着点。嗯。都说土地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得亏就是点皮外伤，不打紧。切，那都是你臭小子害的，差点把我给害死。你这是守规矩吗？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挣，非得赢什么臭拳赛，你有什么意思啊？差点咱俩都没命了。正义就是规矩，爹，这场咱不能输，输了没良心。良心，良心有什么用啊？差点命都没了。金陵城也来不了了，都。来不了才好呢，都说金陵暴乱，我看是真乱。那可不是暴乱，那是奸佞之士对正义之士的绞杀。正义之士？什么是正义之士？为什么要绞杀呢？那些正义之士就是想不让老百姓遭受战争涂炭之苦，选择了和谈。但这些奸佞小人为了满足自己权力的欲望，不停向这些正义之士下黑手，还冠冕堂皇地说制止暴乱，清除乱党。其实真正不守规矩的人就是那些谋权的小人。吉陵城已经不太平了，你们赶紧离开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哦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救我父亲出来。不必客气，多谢恩公啊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他什么人？别问什么人了，赶快收拾一下东西走吧。快点啊！哇，好好好。哎，站住！来，走，走，走吧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！官爷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出去干嘛呀？官爷，我爹得了疟疾，对，没钱给他看病。昨天晚上死了，我爹临死前说一定要给他埋在我妈身边，我就出城给他埋了。行，正经你们赶紧走吧。什么先生官爷？哎，等等，大人，我放中午吃多了。哎呀，他娘的事多，赶紧走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真的大爷，哎，快快快！关城门！哎呀，快跑啊！让开，让开！追上来了吗？你就不能忍忍吗？哎呀，我憋不住啊！哎呀，你真没用啊你！那怎么办呀？站住！这边，站住！真把我累坏了。
感谢前辈，又救我父子二人。多谢恩公啊！吉陵城已被封锁，到处都是你们的画像。你们先在这儿避避风头吧。我就说，在我们那小地方待着多好，非要来金陵。如今世道混乱，不守规矩，百姓受苦，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地方？前辈，看您功夫这么高强，您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根本不重要。徒有武艺，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坏事做多了，做噩梦了吧？知不知道，恶有恶报，今天就是你报应的时候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一个要你命的人。师叔都杀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无辜，他们妨碍我的前程，我就要杀掉他们。我为了我自己的前程，有什么错？你还是不知悔改。没有谁能阻挡我追求荣华富贵，也包括你。今日何
何必当初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说怎样就怎样。跟我走。好，我跟你走。还是让他给跑了，跑就跑了吧，别为了全虫子费脑伤神了。要不是因为他，咱们早挣了钱远走高飞了。世道混乱，恐怕飞到哪里都不太平。嗯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也许这个世上还有比钱跟情感更值得追求的东西。比如说？比如理想和自由。你跟我这么多年，难道没有自由吗？前辈，看您功夫这么高强，您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根本不重要，徒有武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我们的力量虽小，但为百姓为苍生倾尽全力，勇者无惧，仁者无敌，胜利先陪你说。8月15，午时，金陵听雨宣茶楼，带着这把钥匙，去找一个能接上暗号的人，让他
拿着他手里的东西，去找广州高低街七号程先生，交给他。您放心，燕霍霍为了荣华富贵，已经丧心病狂，但是他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悔之当初，免此血软，没能杀了他。袁伯，袁伯。靖言伯，靖言伯，言伯，这么丰盛，不够娶媳妇了。再说了，你这点酒量行吗？干吧，干吧，干吧，干！说你，咱们娘俩过他日子，爹看着你娶媳妇儿，有一天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多好。再说你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啊，干嘛给自己惹麻烦呢？你怎么讲的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、啊。哎呀，爹，我不是就是去送个钥匙吗？送个信儿吗？我又不是去送命去。来，是老了我。我看也是，人越老胆儿越小啊。连一个老头都搞不定，你这个废物！公子，请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。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再办不好，你也别回来了。是，公子。今天全喝完了，把你收藏的这点酒给你喝没了。之后给我攒钱娶媳妇儿，就这么定了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哥，兄弟，您知道听鱼圈茶楼在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阿姨啊，问一下，您知道听鱼圈茶楼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难道我记错了？老板，您知道听鱼圈茶楼在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。高老头，高老头，
大姐啊，跟您打听个道，金陵城有没有叫听雨轩茶楼的地方？听雨轩茶楼没有。听雨转茶楼倒是有一个。哦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城南西口那儿。啊。哎呦，呀，那早就关门了。哦。年久失修，恐怕他没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卖草鞋嘞，卖草鞋。老头儿啊，站住！走吧！站住！不要动啊！转过身来！啊！哎，说你呢！你这小子怎么才来？哎呦，何老板！我都等你半天了，窦局长还在拳馆等着呢。拳虫高天又来金陵了，那你怎么没抓他？他被拳馆的何老板带走了，我也怕失手，就没敢轻举妄动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何云峰，不会这么巧吧？何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傻？跑都跑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，我爹不见了，我来找我爹。你爹？他跑这来干嘛？嗨，一言难尽。那你确定他在金陵吗？我确定。窦鹏一直在找你，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。这样，你先找个地方住下，我去打听你爹的消息。哎，何老板，那。那我在万和街老杨头家等你。好。这何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怎么一下子变好人了？严大人，你抓什么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图个钱。你就别把我牵扯进去了。恐怕我抓的人跟你有关系。哦，我窦鹏孤家寡人一个，谁又能跟我扯上关系啊？啊！我倒希望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魏明。你为利，你我合作，各取所需。哦，钱的味道真好啊！这样吧，你可以用我的人，我就只能帮到这儿了。啊，
窦局长，忘了告诉你，那个权虫高天回到金陵了。这个小兔崽子还真敢回来。他不会是抓住我点什么了吧？这窦局长和姓严的要联手啊？是啊，这严大人命我们抓捕革命党。对。哎，你说这高天还真是个不败权虫，这比革命党都难抓。这么久，愣是没人能把他抓住。不败权虫，你看看现在是谁的天下，会功夫有什么用？他爹在我们这儿呢，天罗地网，这回他肯定是活不了了。也是啊，我感觉啊，最近要有大事发生。哎，走吧。啊，他爹在我手上，我就不信他不回来。这就叫做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有意思，看样子窦鹏还不知道何云峰见过高天了。何老板是窦鹏的人，按理说应该跟他们扯不到一块去。高天明明知道窦鹏到处在抓他，还敢回来，有什么目的呢？如果是那老头让他回来，何云峰为何还要替他解围？哼，这就不巧合了。黄尘清水三山下，更变千年如走马。遥望齐州九点烟，一泓海水杯中心。哎，这么大的地方，就凭这两句诗，找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，难道是他？这怎么办呢？不会吧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刚刚没说什么呀，背诗玩的。背诗啊？背的什么诗？背的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难道刚才只是个巧合？何老板，有我爹的消息了吗？他被窦鹏抓了。窦鹏？那我爹被关哪儿了？应该在警局的监狱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救我爹啊。监狱是你想去就去的吗？窦鹏要抓的人是我，我去找窦鹏，用我去换我爹。爹，这么多年没让您享清福，是儿子不孝。这乱世乱的是人心，你我躲躲藏藏，躲到什么时候啊？是，我是个权虫子，我没有什么抱负，我也看不清什么局势，但是，我只做我自己认为对的事。我改变不了世界，我也不想改变，但是力所能及，我想让这世上少一些罪孽，因为我是一个武者，你曾经也是，这就是我现在的选择。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高天已经知道他爹被斗篷给抓了。这个何云峰一定有问题。这不太可能吧？有没有可能抓了就知道？真的是你？严伯临终前托我转告你，无论如何要把东西送到常先生手里。你爹的事不用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多谢何老板。进去，老实点儿，老实点儿。老实点啊！都快死了，还这么问呢？哟哟，何老板，何老板，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窦局长工作繁忙。我来看看大家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多谢何老板。他还让我把拳馆闹事的那个人带回拳馆。这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您稍等，我这马上就去办。何老板呢？您那个钱呢？我们俩会尽快赔给您的啊！快走吧，我带你去见你儿子。啊，他也来了。何老板，好巧，在这儿碰上了。你为什么帮高天？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拳虫子，所以就帮了。我看没那么简单吧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装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，你冒这么大风险一定有原因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一个弱女子。乱党何庆元的女儿不应该是弱女子吗？难道姓何的就都是何庆元的女儿吗？走开点。其实你只要把你爹的东西交给我，我就可以放了你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这儿也没有你想要的东西。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窦鹏。窦鹏把你当个宝，上了你的当。我可没那么傻，只是这么好看的脸蛋毁了太可惜了。我可以给你时间，你好好想想，只是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窦局长，想必你也知道原因，还用我再重复一遍吗？你说他是乱党？这不可能，我担保他不是。你一定是抓错了。你拿什么给我担保？我拿我项上的人头给你担保。你的人头我不要，何云峰的人头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乱党何庆元留给他的东西。你是说何庆元给他留东西了？不可能。严霍霍，你有证据吗？窦局长，规矩我是懂的，没有证据我敢这么做吗？不过我可提醒你，抓的人和你有关系，跟公子作对，没人能保得了你。你去劝劝他，把东西交给我。
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我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说。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你说了就没事了。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如果东西在你手上，你就交出来，好不好？你别把我牵扯进去，好不好？说呀！啊！你再不说，我就崩了你！你说什么？你大声点！什么？高天？你把东西给高天了？你早说不就完了吗？叶火火，东西在高天手里，你可以放他了吧？是吗？你没听见吗？难道我会骗你吗？你把高天给我抓过来，我才放人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把那老头给我挂到城门上去。是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干的？这怎么挂？这怎么挂？这怎么挂？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城门上怎么挂个人啊？哎，你看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是，别动啊！再动我打死你！走走走走，走远点！现在什么世道了？人家有枪有炮，我们是什么？普普通通的全虫子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还见得少吗？你喂我，我喂你。我带你见见真真城啊，你没来过啊？好像你来过。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一样，我也有一堆堆的抱负，将来说有功夫了，在江湖上我也可以行侠仗义。结果怎么样？腿让人家打残了，打断了。你可想死我了。你给我躲开！哎呀，坐好。人上了岁数，总想着过几年清福的日子。我就是想跟你，咱爷俩平平安安的。别看着你娶媳妇，有一天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多好啊！将来你老了，你也会感觉这样的。我正找你呢，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何云峰为了救你爹，让严火火给抓了？那你可以用我去换回何老板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确保我爹的安全。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？
那你觉得严火火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吗？ 高天，我给你抓了，放了何云峰吧。高天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你要的东西在我手上，放了我爹，还有何老板。我如何相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那个老头呢？严伯已经先逝了。 终于死了。你知道严伯为什么没有杀你吗？因为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他希望你回头，但你被权力和欲望蒙蔽了双眼，无药可救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废话，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 在我记忆中，我爹早就死了，而且那个老头是不是我爹，已经无所谓了。就算是，也绝对不能挡我的路。死了，倒好。你要的东西在我这儿，放了他们两个。 没有人能跟我讲条件。道局长，谢了，把人全给我带走。站住！燕火火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跟乱党有关系的人会活着吗？你不讲信用，你不会因为区区一个何云峰，就跟公子作对吧？你不讲规矩是吧？规矩。 告诉你，我就是规矩。走！你什么意思？姓道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分不清局势。难道你不想活了吗？叶火火，你要的东西也在这里。 你们居然联合起来设计我！你知道公子会如何处置你吗？哼！别一天到晚老拿公子来养我。你别忘了，这里是金陵，即便是公子要处置我，那也是明天的事儿。今天是你们俩的事，我不插手。带走。
高天，你是自寻死路。想引我，痴身说梦。严伯教会我一句话：勇者无惧，仁者无敌。窦局长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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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局长了。我发现我遇见你啊，我就没有一天消停。我看咱俩犯相，以后也就别见了啊。不过，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你最后为什么没有杀了严火火？严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严火火又是他唯一的亲生骨肉，何必斩尽杀绝？他现在已经废了。对于他来说，已经生不如死了。局长，您打算去哪儿啊？让你们爷俩弄得我啊，还能去哪儿啊？啊，这不先送他去广州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另行打算。所以呢，你们也别送了啊，回去吧。啊，局长慢走，保重。